三二一，我想休息，这个体现了我今年的愿望。那是谁报复我？过年了我就不想给你，赶紧给我你废话。搞错了，再来。马上就是春节了，小师特别准备了一些非常符合虎年的小礼物送给了。哦，虎年惊喜小礼物。哦，你觉得会有什么？我哪知道？赶紧给我，你废话。行，理解。哎，我都看见了，老虎吗？我觉得你这个反应可以，这个反应可以。虽然但是小死并没有机位，但是这个虎年蹦个大老虎，祝你虎年蹦马虎。叮叮叮，马虎过呀？谁马虎过呀？我天天上班，我还马虎呀？哼，这是一个新年吉利炮。这个是什么？下一个呢？这个看看啥？我看到了一顶红色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双鞋。想多了。但是它是布制的，红色布制的，所以我觉得它要么就是玩偶，要么就是一双布制的鞋。那你打开看看。它应该是玩偶，你觉得吧？我觉得这个好，因为这个体现了我今年的愿望。但我包里还有，为什么这里面不是应该有东西的吗？你送我一个包，然后红包里还有我帮你提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大手笔小还给你们。暴富在怀中，好运握手中。那是谁暴富啊？你暴富，我暴富，然后我给你们塞红包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过年了我就不难为你们，谢老板。我又看到了，跟这个颜色一样，应该是个围巾。差不多就是帽子的围巾，你太好看了，必须，哎，这很可爱。应该可以等到你出去滑雪滑冰的时候戴。戴。我为什么要去滑雪？今天冷了，出去玩呀。出去一下，我想休息。我想休息。哎，这个确实很可爱。哎，这是可以动。可以动，都可以吗？只有一个，因为老虎只有一个尾巴。咦，这个很有鞋的面料，应该是老虎爪子。你看，我好聪明，摸都能摸得出来。对吗？并不想。哈哈，你这样了。那你要说什么？并那为什么是四只？因为老虎就长这样的，老虎几个指头，我们会这样子，一个可爱的造型。它叫奥利。可爱的造型，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。自己开始自己 Q 年纪了是吗？过了年还没有，过了年过了生日才要说。过了年就二十六了。哎，这是个红色的毛毯睡衣，老通。哦，这个，你不会这是凑成一套了吧？也可以跟着。为什么我要穿？我穿它干嘛？看我。我不穿。你是不是想出门了？在家宅一天。在家，我在家宅一天，我也不穿。我就是想休息。就穿着这身。我就不干。不管。总得有一个看到。摆件。哦，存钱罐，它怎么打开呢？我也不让你从这拿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貔貅，只进不出。哎，好的，手机壳吧。Many months later.正月十五的小礼物，正月十五你都算得到？这是啊，就是那个虎年的那个小灯，做完之后它就是一个老虎灯，因为虎年提虎灯，新的一年如虎添翼。你觉得是吗？不重要，喜庆就行。谁写的文案？听说吧你。当然是装的啊。都是牛牛，每个小心，都想装，行，没问题。今年祝大家如虎添翼啊，虎虎生威。